爸妈天生就偏心，儿女心疼来控诉。那你有送我任何生日礼物过？天哪，怎么呼吸啊？不是，眼光太对了。他用爸爸副卡，而且是没有额度限制的。我帮你生一个儿子，可是下班回来你也没有正眼先看儿子过，你都是先去抱女儿。哇，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就只是想说，好吧，反正有一天姐姐会离开。什么离开？姐姐，讲完。今晚九点，同学来了。